路口黄灯都不停，台南两骑士正面对决，车子瞬间粉碎，惊悚画面铺。台南市东区自由路与仁和路口，3日下午5时16分许发生一起两部机车车祸，造成34岁黄姓男子身体多处擦挫伤，另一名21岁黄姓男子左上肢疑似骨折，肢体擦伤，两人分送新楼医院与成大医院救治，当事人均未酒驾，后续相关肇责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。